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田老师。今天来开箱是这款火之凤夜行者电剪棒，加长版电剪棒。说明书都很详细的说明书。来，我们来看回它的电剪棒实体。哎，它特别在于它的发热体非常长，就是有 18.5 的 cm 的发热范围，所以是属于比较长的一个电剪棒。它适合给我们头发发片很长的时候，可以一次过卷到完，不需要分两次。它有三个 size， 它是有 25cm、28cm 还有 32cm 的 size。 当然那你大小取决于你的 size 的大小咯，你要大的，你的波浪要大，你就写 32cm， 小就写 25cm。 OK， 然后它的温度有150到217度好调，普通用180到190就很适合了。之前我会示范给你们看。 OK， on off。 电线呢有3米长也属于很够用了，3米长不用太长了。 OK， 有信息的不明白的可以私聊我，谢谢。